我们经常会在新闻和不同的频道都会说到美联储以及各国央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用的。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呢，银行它本身是逐利的。那作为联储或者是各国央行，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平时这些商业银行上面的更大的银行。怎么说呢？如果没有这个美联储或者说是央行的话呢，各个小银行他们为了争相抢客户或者是招揽生意呢，都会以非常激进的手法，比如说是把存款利息调到最高，或者说把贷款的利率调到最低。这样的话呢，很容易就会导致市场的这个竞争非常的恶劣，同时呢也会引发金融市场的极其不稳定的危险和风险。所以美联储和各国的央行其实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来监管他们下面的银行，以及呢来平稳这个市场，以及降低在市场中存在着风险。对于美联储来说呢，它本身是美国在1913年由当时的总统威尔逊签署法案来成立的一家银行，分别呢是由美国七个地方不同的联储来组成的一个综合委员会。它的作用呢，就是在美国下属的银行出现资金短缺的时候呢，提供应急的需求，同时呢也来颁布一些统一的货币政策，比如说规定美元开始上调利率或者是降低利率，以此呢来刺激经济，或者是以此呢来降温一些比较我们说的是通货膨胀比较火热的时代。那么对于各国央行来说，他们的职能几乎也是相仿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来配合政府的财政政策，以此呢来达到刺激经济，或者是帮助呢我们说到呢摆脱现在的比如说是97年的危机、08年的危机，包括现在疫情之后一些恢复经济所需要达到的条件。除此之外的话呢，央行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印钱。他们这儿的印钱并不只是我们简单说到每天用的那些钱，更多时候呢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之下，比如说在07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比如说在2020年疫情来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各国央行就需要大规模的印更多的钱，把这些流动的钱投到市场中去，让市场上充满了流动性和充满了热钱。这些热钱的话呢，我们知道它不仅仅是能用于消费贷款，更多的时候呢能够帮助商家和企业来降低他们的资金使用成本，这一点是帮助经济恢复中最重要的。所以说总体来说，联储的作用实际上是起到一个稳定和逐步的推进作用，更多时候呢它是银行的银行，当某一个小银行没钱的时候，他们可以伸手让向他们的爸爸们，也就是央行或者是联储要，当他们钱太多或者是步子迈得太快的时候，央行和联储呢也会命令他们是更加规范和更加有序的操作。那么现在解释完之后，你对于联储和央行懂了吗？我是 GoMarkets Mike， 了解更多有关金融小常识，欢迎您关注、点赞、收藏、转发我们的视频。